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近年来物价飞涨，许多东西频频涨价，一名网友还因为买了个60元的早餐汉堡，让他开始怀疑自己人生。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 PO 文表示，他买了一个有番茄、蛋、肉排与生菜的汉堡当做早餐，就单单这一个汉堡没有饮料，卖60美元块，但也让他不禁质疑，这样子竟然要60元，为什么一大早买个早餐买到可以让我开始怀疑人生？网友见状纷纷留言，我们这是七十，还没有番茄，只有生菜，接受吧。肉的颜色应该是猪肉，就算手打的卖60也是坑爹了。以我本身要是吃到早餐店汉堡要60块，我也会欲足。住在南部，印象汉堡接受度在35到45，重点好不好吃，好吃就垫垫，吃不好吃就不要买了。但也有网友认为，那种汉堡肉本来就比较贵，机器做的只要一半价。我卖过早餐，你手上那个汉堡的汉堡肉乍看之下含肉量很高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或许真的要卖这个价，不卖早餐后我再也没吃30多块的猪肉汉堡了。这样算还好，料看起来不少，卖相也很不错。